在第十五这一题哦，他说 x 三次方等于二七 i， 那我们怎么解 x 啊？一样，建议你哦，反正题目你养成习惯，先写它的那个什么复数的级式。所以请问你二七 i 可以怎么猜？二七 i 是可以写成二十七乘上 cos 几度加上 i sin 几度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们这个很明显前面是没有实数嘛。所以我们需要 cos 是零 ，sin 呢是一，对不对？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希望整个 cos 是零哦，然后整个 i sin 这个地方变成了一 i 哦。所以什么情况下 sin 会变成那个一啊？就是二分之派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再写的是二分之派，这里就写成二分之派，这样子，会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因为题目是问 x 三次方嘛，对不对？就开三次根号吧，就说 x 是多少？来开三次根号。就变成了三，然后乘上多少？乘上 cos， 来这个除以三变掉，乘以除以三，就变成了六分之派吧。因为二分之派除以三嘛，是不是变成六分之派？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哦，然后呢？还没结束哦，还没结束哦，我看一下。哪一个？这个要除以三，因为这里是三次方啊，所以我这里要除以三，这样看懂吗？前面的话，因为是三次根号，就是你把那个二十七开三次根号，那因为二十七等于多少？三的三次方开三次根号，所以答案就变成三了，因为三乘以三乘以三就变成二十七，所以这里写三的原因这边，然后这边其实应该这样写不太好，应该是写的是二分之，哎，对不起，三分之。二分之派加上二 k 派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因为你应该先把这个二分之派的那个什么东西啊，同介角全部写出来，所以应该是二分之派加二 k 派，然后除以三，再一起除以三才对啦。好，然后加上一样 i sin 三分之二派加上二 k 派，这样才是。然后其中 k 的话，因为是三次方，所以它只有多少零。会了哈，啊，所以一样的方法，请问你 k 等于零的时候 ，x 等于多少 ？x，k 等于零的话就零，就变成了六分之派。六分之派是几度啊？派是180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派是180，所以除以六，30。所以我们可以写慢一点，它等于三倍的 cos 30加上 i sin 30。那 cos 30多少是二分之根号三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于。二分之三根号三，这个呢就是加上这个是二分之一乘以三，变成了二分之三 i。哦，这是第一个答案。会了哦，然后一直在推，那 k 等于一的时候呢，一样，我的 x 的话 ，x 就等于三乘上多少？来 ，k 大一就变成了二派，对吧？那请问你，二分之派加二派是多少？是变成了二分之五派，二分之五派除以三就变成了六分之五派，所以后面也是一样 ，i sin 六分之五派，啊，那是几度啊？我觉得你们那个同学大部分都是在写这个都很不难，但是他几度你都会乱掉。教你派不是180吗？所以180除以六变多少？30，30再乘以五。就变成 cos 150度了，啊，这个也后面就跟着一样，就变成 i sin 150度，而且也是一样。问题来了，来150是多少？150，你要想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是150，就这里呢，30，所以一样，二比一比根号三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出来，答案就等于三乘上来 cos 150的话，是应该斜边分之零边，所以是二分之。负根号三，因为它第二象限嘛，然后再加上 i sin， 哎，对不起 ，i sin 多少？150就变成斜边是顶边，对面是二分之一。啊，当然我少写一个东西，这个三要乘进去，里面就要再乘以三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整从你整起来变多少？变成了二分之负三根号三加上二分之三 i。好，这是你第二个答案，会了哈，可以。好，最后一个。k 等于3的时候呢，就一样的做法，就可以写快一点。k 等于2的时候 ，x 就等于3倍的
cos 几度，如果是 k 带2的话 ，k 带2就 k 带2变成4π，变成二分之九π，再除以3，变成了二分之3π。好，所以一样加 I sin 二分之3π，啊，二分之3π是多少？二分之3π，是不是就是270的时候？对不对？所以270的话，它是0，它是负1。好，所以来出来答案就变成了负3 I。OK， 所以答案有这四个，哎，有这三个，多少？分别是，全给你看，分别是这个。二分之三根号三加二分之三 i， 好，二分之三根，我看一下哦，二分之三根号三加二分之三 i， 对，还有个二分之负三根号三加二分之三 i， 还有最后一个是负三 i， 好，总共三个答案，这样子，会了哈，你看一下。